高贵，他奥体来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啊！天哪，真的太屌了！现在是我们第一三号，然后到七号的选手，后面紧接着是33号以及44号，我们最强的犹太。96号、79号、70号、41号、40号、刘元良阿良车手01号71后面的28号，哇，各位，我们看到蓝色22号是我们三口的装备，他在他上面骑的就是 TM 的车辆，而 TM 在现在展出的当下，他竟然就立刻买下来，直接下场了 ，Oh my god！ 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台 TM 下来滑太赛。